有多少人受伤？昨天大概有十几个嘛，然后有八个去医院嘛，像我也没去医院嘛，像我这种情形大概有七八个。对，铁块，旁边的铁块飞过来，砸到了昆明的那边的人，他铁块啦，那个铁棒啦、啊，哦，他们地上的准备一些东西都丢过来。那个打到头，他肋骨断掉，他被铁棒直接这样刺，他们的铁棒很长，我们站在那个石柱上面、石头上面，他们这样刺。铁块打到我身上。对啊，铁块啊，那个铁块刚好触碰，可以用胡椒喷喷啊。那现场的人眼睛都痛，然后睁不开。这边的，他十六台最新五还是停在马路上，昨天三点多停到今天早上九点多十点多。为什么后来为什么会撤走？你知道吗？就是因为他们都带着环保局的科长去找那司机，把那个泵单哎，好，新北市的，对吗？他环保局说，你们这个是新北市的，不合格，走，不该找人家，找他带回去照。